这还不是一个好的露营地，嗯，太吵了，太吵了。嗯，看我们这个小果多得。诺西，你想不想来吃？咱们烧米饭，吃煎饼，你都吃上了。我饿了，我要吃个土豆，炒个土豆子。不炒了呀？不炒了。嗯，咱不有那两个菜吗？两个都混的，那酒席饭不行啊。那吃咸菜。吃咸菜。吃咸菜呀、啊。嗯。就是这火太小了，都磕个底了，快开了啊，真不容易啊、哦、我天，今天晚上我们就简单的吃个米饭。哎呦，还好像你还能丰盛一样，你咋丰盛？活不给力是？不是活不给力，是条件有限、啊、看看开门，这火太小了，越烧越小。吃饭，米饭已经熬好了，挺香的哈。俺们连碗都没带，就带了个塑料碗。俺给俺老婆俩吃一个碗吧，我去给那菜，就用这个碗，小塑料盒，改天再买一个。乐西，俺们吃饭喽！好好好，少吃点，吃点饭。我们菜都没炒，咸菜呢？就拿一包。这是我们从家带的这个凉菜啊、哦，猪肝。鸡爪，明天我们就要炒菜了。今天凑合吃点。对，好吃啊、哦。嗯。他这个菜好吃。是吗？嗯。现在有道理啊。正月里来正月正。我和妹妹看花灯，吃完不用带。二月二来沐春风，我和妹妹定终生。三月里来三月三，下次找一个好一点的录音地。我给妹带上银簪，大口齐奏。许下花开，满山尽一欢。就俺这五月里来是端阳。一只手心抱安香，我不吃，咱加好。六月六来家家忙，只有妹独守空房。猪肝就行。数年又逢七月七，不见远方的消息。家这盼啊盼，遥遥却无期。九月九。哎，吃过饭了，现在烧点水洗脸洗脚，但是这个气好像过气了，不肯出来，火苗太小，我得给它摇一摇。俺老婆跟他整床了，哪有人出来旅游还洗脸的？你也太讲究了吧！意思不要脸是？这洗脸的，这洗脚的，洗脚等会用什么水？就用这水擦擦啊！哎，我给你擦，你给我擦，管管，太可怜了。我们到徐州了啊，看好了没？那是不是徐州？徐州观音机场啊，刚才有飞机没拍到啊。观音机场，你是喜酒啊，你这不是旅游的，你这是享受。还没冷到一定程度了，你作业都带来了。来，你洗，快，我弄这个。